看一下，应该也打炮火龙。你说把炮火龙的炮火龙的装打，哎、欸、的任务打完就会出了吗？嗯，应该是。好。什么？现在才用十四卷？我吃完了。我已经吃饱了。对啊。准备好了。我们今天要冲解放吗？应该可以哦、喔。应该是冲到解放啊。冲不到吗？我说应该是冲得到解放啊。冲、哦、得到，对啊。要拼一点，有点。大概刚一路发过去，你要花个一半两个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就是像每一个打过去啊，大概也要花一个半两个、嗯。没有问题。因为光是那个什么泰隆哦，泰隆。一般我带三个人打第一次的骇龙的话，我是不会先会拉到二级。哇哦！对啊，体验不错。Let's go！ 嗯 ，Let's go！ 解惑到第八人。哇塞！天哪，这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蔡少，我觉得你很喜欢这个。怎样？你看，哎、欸，在猫区。等等等等，看。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。那我要来看。我看。你看呢、啊？在哪区？还没，我没看。先那个吧，先打。在右边。看到了，我下面，我下面，我的下面，找到了，这区。正左边啊，左边。好远。中间是哪单区啊？哎、欸，这只是李登辉吗？不是，我们现在打的任务是对龙单区而已。我们刚刚讲的不是他吧？不是斩龙跟那个宋浩辰，跟姚明吗？欸、这只很烦哎、欸！哎呦，我踩到东西滑下去了啊！喂。的感觉，就是有肥一点点，有肥一点点吗？嗯，在下面有，在它的增加防有感，有感受到。那个，哎、欸，皮上来了，对不起，我快到了。Nice 哦，我先挖这个矿，我就到了。你现在是武士道吗，凯罗？对，我现在是武士道。Fuck。我走了哦，张伟，不行，嗯，别试试啊！要不要？凶哎、欸！哦，这回一拳好痛哦！哎、欸，我离不开这里会死。那、啊、爆炸那个爆炸，爆炸是什么啊？好痛啊！没有。粉尘。OK。看你，哎。懂。就是原画面带到反角。好。哎呦，死一个啦！死挂了。QQ。这只很痛哎、欸，这只超级痛，而且踩到它那个，踩到它那个爆料超痛的，我都是被那个爆料弄的。哎呦！看到天上的那个骷髅床，应该是很准，把它消掉。因为它那个爆破跟那个天上的状态可以加。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好痛！好痛！完了，看我怎么办？放回去。哈哈。大招，对他。嗯，这还有后宫。棋。象棋，你就是象棋。这个。一，哎呦。给我倒下吧，比。放回。
高、哦。对，我肥哦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、哦，好痛啊！超痛！刚讲完。他们是不是该使用陷阱战术？哦，我吃错东西了，我要磨刀的。不、哦。哎、欸，他疯了，他疯了。那我们就要被送回村庄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快翻滚！快翻滚！努力翻滚中。哎、欸，压撞哎、欸！要换区了。换了换了，走吧，陷阱战术。哎、欸，他也跑太远了吧？没有，从这边下面跳过去，只要隔一区就要到。从哪？我从另外一边去嘞。从这边下面跳。然后凯伦那边 ，Go！ 嗯？什么？你跑错了？我应该是跑错了。看我这边会不会比较快，跟着凯洛的步伐，感觉应该不会。果然是跑错了，我隔壁也可以。到了，好远。我们来放陷阱战术吧。好，来吧。好，好，我先放。这只很烦，你要到处放啊！我先放，放好了，过去哦。刚好踩到 ，nice。段威，好高的尾巴啊，断不到哎、欸，只有重砍才砍得到。再放一个啊！小屁啊，得。可是我现在就是落血。放下。陆续就打头增长。哇靠！后面也有。啊、中了中了。走。我用它。哎、欸，头会弹刀。你到你掉到黄闪了。要打手要打，没有蓝闪啊，打头还是弹刀。陆续在哪？另外一个。鸡蛋没有怕，可以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在我这边。快、嗯、看我，快看我 ，bitch！ 看我 ，bitch！bitch！bitch！、欸、不会吧？欧农，看他离我们而去。才打多久就换区？怎么办？你们有东西，我还有一个麻线，可是要拿来抓的。你有陷阱吗，凯罗？我没有。还吃东西，他八到腰了，快趁现在 fuck him！ 快快快快！好，哦，这个这个这个，哇哦！放尾了，为什么要 fuck him？ 因为不是那种 fuck。哦，你不是讲 fuck 啊？我是讲 fuck 啊。哦。另外一种 fuck 嘛，你干嘛一定要想着那种 fuck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上他。啊！没中。哦，不怕耶。他动来动去很烦耶。我，我们要随时准备好粉尘。想干嘛？到了，到了。哎、欸，没中 ，fuck！ 他以为自己破不懂，然后才破。先碾开点东西，白木啊，什么鬼？
我身上明明有泡泡，怎么会中那个火药？不合理。哎、欸，好久没吸了。终于。你怎么吸到了？他累了，马上就吸到了。被甩得好远。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丢丢看吗？有了。哟、oh, ，nice！ 快要挖矿。刚刚尾巴不是有断？哪里？挖过了。我看到。尾巴。修罗圆柱，红莲师。今天右脚竟然不是尾巴，那边有眼泪啊！哪里有眼泪？来不及啊！年俊，叮，大银呢？肥肥的大银，有肥哦，有肥哦。噔噔，哇，这汉堡，天哪，走，明天。明天我就不在哈。哦，我们自己去，你不要去。你不能等一下，等个一天而已耶。太难了。汉堡咪，这个看起来真的超好吃，对不对？拉面汉堡，哎，超帅的。欢迎光临拉面汉堡，你想有没有兴趣啊？明天。面汉堡。因为阿金不在。去啊，都去啊。好香啊，都去啊。面汉堡。再拿那个蓝龙跟那个化水。好。你刚一直听到你旁边有那个声音，是谁在打？小米。刚刚一直有听到你们旁边那个有传出别人在玩的声音。对啊，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。啊，没有，我说有听到那个别人在玩的声音。对。有听到别人在玩的声音。我吧。哦哦。我们有新人加入了。你好。他是狼人。是我是。他是慧师。也是废物。但是也是个废物。对，我是个废物。他称号好多，到底是会师还是废物？会的废物。到底是什么？那、啊、他怎么，我们怎么不跟他连？因为他 HRE。因为我还是，因为我还是个废物。他连集会所都没进去过。嗯。哦。对，因为我还是个废物。你说，斩龙跟谁？斩龙跟那个暴锤，锤与刀的那个吗？对。好。OK 啦。嘿，吃饭，猫饭。这个防御力大好，刚被揍了好痛。别怕，没关系，我的刀有自带防御力。但是我好醉啊！天哪，韩光，你先看 Skype。在那个，嗯，在等你哦。陷阱要记得带好，我都满了，我有带好带满。嗯，我也是带好带满，成为一个。今天你们有跟露西狐狸打？还没。跟狐狸打过。哦。有。我们之前有陪他打个小 HR，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打到哪里了。哦。哦。Oh no。喂，好。Witchcraft， 我以除了喜欢太刀，还喜欢哪一种啊？斩吉普大剑都不错啊。
只是因为现在这把攻击最高，为了升 HR 就先用这一把。剩下最后锻炼 K， 要不要带两个陷阱去？有，我带，我带一个，我再带两个雷光虫什么的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，弄弄 ，Go。我说你有拍照的声音，我也听到。哇，直接在我面前，这里一只，这只就是姚明了吧？姚明你好，哎、欸、对，没错，就是姚明，没错，他就是姚明。灯灰，你说的是黄灯灰？哪一只？是不是有两只要打？嗯，有两只要打。嗯，我在秘境呢，哎、欸，真好。太古之快，对哦。好，不要撞啊！那你去跟姚明玩，我去跟喜欢摇尾巴的玩。哎，我们就按滚。我听到他在叫了，好大声啊！海洛，我来陪你啦。对，谢谢，看到你了。哎、欸，对，阿简是这件龙装，进不去。哇，我第一套装，我要睡着了，快让我换去。之后就是甲虫装啊。哦。我插那个附带，我就可以做那个。女王就是那个，那是会飞的甲虫的老婆。这家，哦，用甲虫。对啊对啊。因为他们跟路人开，然后打了五六场，就一直打一直打。嚯嚯嚯！然后就觉得哦好爽。哎、欸，好像过去了。呜呼！他们两只会不会打架？过来了。嗯，过去了。他们会一起打我。哦，摇尾巴，摇尾巴，摇尾巴！大变异！哎，展龙，你丢完了？你丢哪一只？刀与剑诶！又姚明吗？那丢任何一只都可以。乱丢！刚被什么东西炸到啊？应该是他那个吧，暴雪龙丢出来。哦哦！好痛！我的妈！哎呀，吃尾巴啦！哎、欸，连撞两次，犯规哦！完了，不要这样啦！啊、太 combo 啦！他怎么还不走啊？我觉得这样很不人道。我知道啊。有人没带到人影，需要支援哦。最后锻炼 K 没有人影，我人影剩一瓶，我喝掉了。我是有，是有了，只是我过去要一点时间，不然你回。回来这边找我，到二区。哎、欸，天哪天哪天哪！我也要不用不用，你在二区路，哎、欸，这样怎么讲？啊，我操！他没有，你没有地图，你知道我怎么过去吗？我快活起来，我快活好了。哇，活起来啊！哎、欸，对，你们有大便玉吗？没有，我刚好没带，我也没有，都没有。我们只能硬拼了，跟两只一起打。啊可是就会发生像我刚刚那样的情况。展龙走了，展龙走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那也太佛心了吧？那你们去揍展龙，我们留下来跟你们玩吧。没有，一起揍一只啊。对啊，一起打尾蛇的。抱歉。I'm coming。姚明不要捶地板。哦，恭喜哦！姚明不要吵。
我觉得你要去他的头部，让观众看一下为什么会叫他咬你。有吧？应该。